开着20万的车去拉屎，你们见过吗？哦，老妈说今天要交代你个任务。干嘛？你让老妈自己说。咱后面的土没什么营养，菜都种不出来。你没觉得最近都没什么菜吃吗？是啊，我后面种了红薯哦。啊，不怎么长，黄叶子啊。然后你啥意思嘛？拉混去。哎呦，这真的都黄掉了，你看这个，你看都被虫子给咬了。是啊，这边还长好一点，你看那边长得太差了。这一片估计是没救了，辛辛苦苦种了就是长不出来。我还想着到时候红薯挖出来是这么大。你看这边就长得挺好的呀。是啊，这边好一点。我就想今天我去小舅妈那边拉点猪粪。啊？你让我开车去拉猪粪，你咋不叫我爸去呢？你爸在忙，他肯定不去，要不然你会找我。那你说嘛，你要不要帮我？被 IP。那是啊，昨天我饿着点肥，他知道了，他就骂的不行。他说很臭，我都听到了。那么大的房子，他那个声音我都听见了。没那么臭，我是拿红糖饿的，是酸酸的。捞啥不好，捞猪粪，你去捞，我是不去。没司机啊。那总不能开车去拉猪粪吧？难道你叫我自己挑回来吗？我怕你被星星在半路没人救。我给婷婷带点吗？这是新口味的，表面有蔓越莓干。我给你带了，这个你自己拿着，其他我给你放包里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去阿芬姑姑他们吃，知道没有？知道了。嗯，分吧，学会分享。你咋这么嘴馋呢？这个好吃哈。嗯。中午你自己吃啊。嗯，拉屎。开车去拉屎啊？恶不恶心啊？恶心。中午你自己解决哦。可以啊。慢点，有台阶啊。那你中午打招呼没有？在那边吃？谁打招呼？气他做什么？咱们吃什么？你们不打招呼，气喝西北风啊？气人家做什么吃什么呀？要不然先做没事。你再提箱来过去吧。我不里面好意思这样空着说过去。有啥不好意思啊？自家人嘛，经常都要跑的。哎呦，这么漂亮啊！你不是说没见过吗？是啊，那你见识一下。甜甜，漂不漂亮？真漂亮，你们真会搞。年轻人真会玩。是的。可乐嘛，昨晚人家路过的人都不知道，以为我们在求婚。你们是不是还想看一看？那给你拿一个嘛。好多哦，你拿个爱心。你偷走了我的心。让他开车好不好？别了吧，这玩笑不要。那你还不抱走？快点找妈妈。我就是不小心忘记了嘛。不开，省电省油。妈开了，就是。好，给你开。下车吧，掏粪婆媳。有了新名称了，还做了个小的铲屎官，看到没有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啊！快给他当干，我来冲香米。我们要来掏粪。啊，塞，堵塞！真的，越看你们越恶心。不是我，堵塞一定要告诫。越看你越恶心。这个是铲屎官，天天干这个。啊，堵塞五了，干这个。你们尽管，当地你们尽管。弟弟啊，你大爷，你大爷吃饭不要看我们今天这条视频哦。我是要那种干的，不是那种湿的。那湿的怎么捞啊？就用这个呀。我这个做手做饭，你敢吃吗？那算了。你看人家种的红薯，好大个，这么一大个大个，咱们连藤它都不长。哇，确实很大哈。那什么事？那来了来了，那要不然咱们整点土行啊？然后不掏粪就行。不掏过来，掏过来。他把拖载进来哦，啊别动了嘞，啊别动，不要给他，给他不载呀，不要不要，俺就等下管理，是啊，我管得啊。嗯，这是什么、啊、你知道吗？小舅妈给的李子，吃一口。你今天真的好可爱，好漂亮啊，越看越喜欢。我也这么觉得，穿着小牛仔裤看着老正了、啊。我要去搞点板栗吃，小舅妈说她板栗这么大根。你为什么？从她娘家拉过来，你好意思？她说她没人吃，那我不得给她消耗一下。哦，在这。哇，这么多。这胳膊看着挺大的哈、哦。嗯，好久没吃了。小哥来了，我来带他了，行不行？小哥那什么？哥。感觉今天看甜甜好像长大了。嗯。哎呀。甜甜，这个要叫谁呀、啊？哥哥。要叫叔叔。
看看舅妈拉多少东西交代你。花生、板栗、黑枣、柚子、橄榄，啥都有，吃都吃饱，剩下就不用吃了。都忘了今天来是干嘛的了，咱们跑题了，你知道吗？光顾着吃了。吃饱才有力气干活吗？给宝贝。不客气。好吃吗？你真的是喜欢吃啥啊，都跟你妈一个样。她饮食习惯跟我一样。奶奶回娘家这姿势就老霸气。这是俺家，姐妹你也姐妹，你要改字了，改字改字。哎呦，吃饱点哦，一会儿要干活呢。蚂蚁，我上来接蚂蚁才会咬。走啦。哎呦，小红领巾，我们祖国的花朵，小接班人。经理，真漂亮。准备好了吗？掏粪簸箕。准备好了，袋子都准备好了。大袋，你这口号喊的可真响哦！这里好漂亮哦，很漂亮啊！这都是什么小麦吗？还是这叫水稻？土鳖！我以前地理都不好，现在改变主意了，不是掏粪了。你看，有肥是吧？这是烧过的土，这样更肥。给人叫一下，这是真想猪啊！两只小猪，我来。干起活来应该是不含糊的。这就够了吧？够了，两袋够了，够了。去吧，等我们家菜种起来，我请你去吃饭啊。哎呦，甜甜一来，这些天蓬元帅全动了。全是二师兄，赶紧走吧，好臭好臭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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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些大袋子哦，我找人家要，你看还多拿个袋子来掏吧。是，有好多小虾，你看这些都是小虾，别看虾，看到没有？看到这还是小虾呢，回去养得活吗？小的要给它换水，每天都要换水，单位。一个熊奶奶带着一帮熊孩子，啥嘛？以前那小河哦，我们都是拿那个。捞的哦，一捞起来，炒一碗一碗，以前都不知道吃。到喽。哦，你看到吗？对，我稍微炖起来呢。对啊，这是老厉害的。看，是不是好多虾？给你啊，你要保护好它们，知道没有？啊，哥哥。哦，这只狗啊。我去抓好不好？好。走，等下狗把你抓了。这是我们家的老宅。以前你小时候住这里啊？是啊，要不要进去看看？这就是以前的大宅院嘛。不回家干嘛呀？回去睡觉啦。你得回去给夏夏洗澡澡啦。我没夏夏带回来了。绑着，到时候等他们入新房了就把它吃。不能养那么大。